聊天是爱的表现，但小心他话中有话，会让你成为夹心饼干。未来我们现在都已经算是婆婆了，他们要小心，年轻人要小心，对不对？有时候是故意就是丢钩子出去，哎呦钩回来的话，看媳妇会不会上钩了，对，会影响到你的幸福哦。哎，因为有时候呢，妈妈有些话不方便跟儿子说的，叫女朋友传话，直接跟宝贝讲，宝贝生气。有一些妈妈也不说的，叫姑姑说。真的假的？还好亲戚哦。姑姑拿来干嘛？搞不结婚干嘛？要有一些对不对？坏人的角色。什么分家产了？什么？不管怎样，现在的不要说一定是婆婆好了，因为有时候不一定大家一定要结婚或者什么。那不管怎么样，你跟他儿子在一起，他就是你男友的妈。这跟一般的长辈是不一样的，这是学问喽。相处呢，欢迎四位来宾，首先第一位，这种男女心里想什么，两性专家林翠芬老师 ，Hello。男友的妈妈把你当成亲子代理人，什么事情都要透过你去传话执行，小心成为戴罪羔羊哦。好，接下来欢迎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当恶婆婆的杨浩如。传话筒要小心，因为小心变从老婆变成二妈，得不偿失啊！哎呀，欢迎浩如，好，我们欢迎感情事业两得意，新婚人妻居居。是的，听说不是很好吗？常常这样话中有话，我这么笨，啊都听得懂哎。好，接下来欢迎男人其实没那么好搞，新婚男子泡。婆婆就是地，想要任遨游，好好传话机。先来问问年轻人好了，天团，你觉得婆婆跟男友谁比较难搞？来来，哎呦，像我就当然是觉得未来的婆婆难搞，因为男朋友嘛，如果跟他不高兴的话，还可以生气啊、闹脾气，甚至是念他、骂他、打他。对，那跟未来的婆婆，你就绝对要完全的卑躬屈膝，所以当然是他难搞了。不懂啊，对啊。我觉得的话是男友比较难搞，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对未来的婆婆都已经有准备，有心理准备要好好的应对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方面还好，然后加上又不是天天要相处，其实总是可以找到适合的方法去应对的。然后而且有时候爱人真的是爱到你无路可逃，反而更讨厌更烦，因为天天相处更困扰。我觉得两个都很难搞，因为尤其是要当传话筒的时候，一边要就是一边要讨好未来的婆婆，然后一边要顾全到自己的男友，然后又要不让自己很为难，难做人，所以我觉得双赢根本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啊，哦，要双赢也太贪心了吧。好，我们来看几种状况。第一种是什么呢？有话只会跟你说，意思就是要你转达。哦，这个真的很麻烦，因为其实讲坦白，我妈妈自己本身的个性就是像刚破哥讲的，就是对自己的小孩很好，然后小孩说什么都好，然后她自己又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像前一阵子啊，就是我想要买车，然后那时候我看了很多车，最后决定说我想要买那种五门没有屁股的那种车子，然后就带我妈也都去试乘啊，去看，她就觉得，哎，我问她说，哎妈，你觉得这样车子好不好？然后就说这样五门的圆圆滚滚的很可爱啊，那当你喜欢就好。然后就是几番这样，最后我真的决定要买那个车子的时候呢，哎，我女朋友就跟我讲，我觉得还是不要买那台车好。为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很不爽啊！大家不是说已经两三个月这样瞧，都已经瞧到最后撞，好不容易最后要买车，你又跟我这样反悔。他不喜欢那种没没有。最后他还跟我讲说：“我跟你讲的不是我的意思，都是你妈的意思，你妈不要这台车的。”我说：“可是我妈都说好啊。”他就说：“他在你面前这样讲，他只要你前脚一走，一直在背后跟我讲说：‘我跟你讲，五门车不好啦，后面没有屁股啊，那出车祸容易危险。’”像长辈的话要听啊，但你去跟他讲，但不要跟我说，不要跟他说是妈妈讲的，不要说是你说的哈，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我女朋友就见刀杀人，对，然后就很为难，他说你们两个把我夹在中间，你们到底要我怎样？妈妈不想当坏人，对，然后他就。
在跟我女朋友讲。哇，我真的觉得把女生当在夹在中间当夹心饼干真的是很那个，因为像我一个女生朋友，她非常的优秀，她就是国外公司，然后亚洲区的，就是很大，做很大很大的官。那她的男朋友呢，就是比较艺术家个性，然后都在接案子。那男生的妈妈就常常会很担心，就会一直问他女朋友，就问我朋友说，哎，那个你知不知道他最近接案子接多少啊？那钱够不够用啊？那如果你觉得他最近不稳定的话，你要不要劝劝他？不要说是我说的，劝劝他找一个，就妈妈都会说不要说回家店，对，妈妈就会担心，对，他就说你不要跟他讲说我有问你这件事，但你要不要劝劝他找一个工作稳定的工作？因为接案子可能一个月可能就一个 case 或是两个 case 不稳定。那女生被讲久了，当然也会想说，哦，妈妈既然这么担心，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跟男朋友讲一下？后来呢，就变成她跟她男朋友之间的关系很不好，因为男生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觉得我案子接太少？但她女生又没办法跟她讲说，哎，其实是你妈妈很担心你。但是这种听起来有点好不容易逃离妈妈的魔掌，结果妈妈又借着女朋友借尸还魂，变成二妈了。借尸还魂哦，这一招是用的有点凶哦。对，听起来是这样，什么都说你不要说我讲的。哎，对，那很可怜哎。我认识一个妈妈更高招，她呢，她儿子自己也有 Facebook。他儿子的女朋友也有 Facebook， 他就很喜欢在他儿子的女朋友那边底下留言。譬如说呢，他儿子跟他女朋友，那儿子的女朋友一起去美国玩，可能在机场打个卡，今天到旧金山了，他妈妈就在底下说，他儿子明明也有打卡，他就不在他儿子这里留，在女生那边留，说哎呀，好羡慕你们啊，妈妈也好想去哦，但凯凯都不带妈妈去。凯凯都不带妈妈去，好好玩啊！这样去美国一定要干嘛？要买球鞋。那我那个男生的朋友，他就很爱买球鞋，他去美国就买了一大堆鞋子。然后呢，战利品呢，我朋友又 po 了一张照片打卡。妈妈也缺鞋。妈妈又来了。哎呀，凯凯赚钱不容易啊，帮我跟凯凯说，球鞋少买一点啊，这样。那你说你的女朋友就是看到这个妈妈留言在底下，你能不转达吗？你能当作没有看到吗？不回复还觉得怪。对，所以这个女生你知道就很为难。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女生一直在留下那里底下留言，就是回她妈妈一些笑脸图啊，然后就会说妈妈下次阿姨下次跟你来，就是这一种，那很回复应该再 po 多一点照片，气她妈，气到这种，最伤哎呦。要选妈妈都没你的赛事耶 ，sorry， 好坏。可是说实话，像我自己的妈妈破妈，也谢谢贵节目了，让她变得很红，因为靠那个玉林哥那个讲那个谢谢那个哈，现在在那个邻居那边呢，大家都说哎新妈这样很不开心吗？其实她没有不开心，她假装不开心，但她都会偷看。对，都说你不要再讲我讲什么讲什么，说哎啊那个很冷门的时段你怎么都看得到？他说哎每天都有在观看，而且厨房邻居都会跟他这样讲。妈妈也想红就对了。哎，应该说潜力里面有这种做艺人的这种底啦，因为也是蛮搞笑。但是说实话，如果妈妈是这种比较强势的妈妈的时候，有时候你妈妈算强势吗？我妈很强势，因为我妈是老大，她一下以前管六个那种弟弟妹妹，所以以前她说了算。但问题是我也我说了算，我们两个强势对强势的时候，哎，你是家里很不得了。第一个啊，而且是全部家族里面12个那个长孙表弟妹都是我带大，所以我讲话也是很硬，然后他讲话也是很硬，所以我们两个一定就是捶共腿嘛，啊不是捶共腿了，只是硬碰硬，很硬碰硬。所以你要想想看，在中间那个人那个传话就要很有艺术。我妈就有一个事情很烦，就是一直想要讲，她觉得我做艺人这个是不务正业，她就一直觉得说想要把我改邪归正，但是她又不敢跟我讲，因为一定知道我这个人个性就很硬，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常常因为那个你也知道老人家比较早起。所以大概6点多的时候，我就听到咪咪的那个手机就会叮咚叮咚，就开始有 APP 来了。然后 APP 来以后呢，然后他也是要偶尔要看一下，大概8点多看一下以后，然后他看完以后就睡。我说哎谁？然后他就不敢跟我讲，他说哦没有没事啊，这个垃圾简讯。然后呢，在10点多又一直打，一直叮咚叮咚叮咚。然后最后我真的受不了，就拿起来一看，居然是我妈传给他的。然后我说哎，我妈传给你，你怎么不跟我或不回或不跟我讲说里面到底是什么？他才微微跟我讲说。讲了怕你生气，我说啊，怎么会生气呢？因为那他传什么？他说
他都传一些1111人力银行的那个资讯给我。他说，哎，咪咪，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情，脸书在找人了，赶快叫你的那个老公赶快去应征。他为你好啊。对对对，他就觉得说我可能以前有这个工作经历，现在要改邪归正。你不是带卖卫生棉吗？对对对，我现在都有在，但是我妈就从很向往我回去这种外商的那种上班，对，上班，因为第一个不用撞当老板，自己扛一些业绩；第二个轻轻松松，感觉他讲出也比较好。哎，那个什么脸书，他希望你稳定一点。对，然后还姑姑要找，最后他还改一个更夸张。哎哎，现在那个公务员那个考试大概这几个月要考，你要叫我准备一下，你知道吗？就是他很容易会让这些东西要跟我的女朋友讲，又不敢跟我讲，所以只好苦口婆心跟他讲，但我觉得我老婆咪咪回的也很好，她说我都有跟她讲，她说她会考虑，因为她知道如果跟我讲的话，我一定说哎，不要闹，现在怎么可能模糊一点的回答？对，然后她就模糊说哦，有啦，她都有在看，有在考虑这样。哎，第一方面呢不会惹我觉得很烦，第二个我妈也觉得说哎，刚才这类新妇传话至少有传到，不要说成不成功，至少传的话这样。两边就会没有一方不开心，嗯，是有道理。翠芬老师，刚刚那个大家都有讲到一个关键字，妈妈都会说不要告诉儿子，不要说是我说的，这句话很重要，代表说他们在亲子沟通当中其实是疏远而不沟通的，所以我觉得你在传话的时候要先观察一下，说他们两个是不是没有一个对话的平台，否则怎么会这么战战兢兢？第二个，你要观察他们是不是以前曾经发生一个重大的冲突，因为其实很多亲子都有冲突，所以妈妈都觉得不要讲好，儿子一定会不高兴，有疙瘩，对，会有疙瘩。那另外一个也要再观察一下，很多妈妈会有个习惯，会透过第三者去传递讯息，譬如说像小的时候，她就会说，跟弟弟妹妹妈妈交战手册，对，有妈妈常会说，对弟弟妹妹说，你去跟哥哥说什么什么，或是跟阿姨说，哎，你去跟翠芬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用别人去影响自己的孩子，这个很常见，这个是这样，对。所以有时候你在传话的时候，你要先观察一下他们两个人的那个沟通的模式关系是什么，然后如果要传话要很小心，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如果你传话不当，其实是他们沟通不良，以至于你们你怎么传，可能对方你的男朋友反而会很生气，所以我觉得反而引导他们两个自己有没有可能来对话，你不要在中间猛传话，因为这样其实把自己陷入一个险境。陷阱哦。好，第二种状况是什么呢？只接受你的建议，但有问题压力更大。婆婆这样子问哦，是挖洞给媳妇跳，因为你介绍也不对，不介绍也不对。像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她的婆婆就是因为公婆年纪都有就是一定的岁数，然后呢牙齿就会越来越不好，然后呢但是那种公婆都很省，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会去，譬如说超市啊，看到有什么便宜的牙膏就买一下，或是哪里啊有牙膏有赠品，然后就拿回来刷一下。然后有一天呢，她这个儿子看到就说，妈你不用再刷这种牙膏了啦，你要刷好一点的。然后他妈妈就说，好啊，那不然你介绍一下，不然就新姑好啊，介绍几个啦，新姑很会保养啊，跟我讲一个比较好的牙膏让我刷一下这样。然后呢他媳妇呢就真的去帮他买国外进口然后是纯天然的牙膏让他刷。那没想到呢这个婆婆呢过了不久，刷了那牙膏没半年，她在吃韭菜水饺，然后韭菜水饺里面有那个比较老的韭菜的梗，然后一咬到之后呢，他竟然把一颗牙齿咬断了，是断掉，就是牙齿本来就有点松动，咬到梗之后他是松断掉。然后他这个婆婆勃然大怒，然后就跟他媳妇吵架说，你介绍我这个是什么牙膏啊，你知不知道太天然的东西根本杀不了菌啊，你知道现在的病毒，对，因为现在的病毒进化，病毒又哇搞嘞，你介绍我这个东西欧洲的跟台湾的病毒一样吗？我们现在病毒都一代一代，你现在介绍这个根本杀不死我们台湾的细菌。这婆婆口才很好，对，才无碍。他就觉得你太天然的东西反而杀不死我们这个，你要拿那种强酸强碱才能杀它。强酸强碱没有啦，他的意思就是说，太好，你买那么好的给我干嘛，一点用都没有，反而怪到媳妇身上，这个真的好无妄之灾。对啊，然后我朋友她也是还没有嫁过去，然后跟她男朋友在一起非常多年，那平常比如说可能她男朋友的妈妈或者是家人生日，然后
妈妈都会说，哎，那你帮我们找餐厅好了。然后妈妈也都觉得这个女朋友安排得很好，很得体。然后呢，刚好有一年他们就要去那个家族旅行，那理所当然就是让这个女生去安排。然后她就想说，哦，那这样一家人有六口，那我们不如就去巴厘岛好了，因为就有很那种 villa 啊，我们可以大家就住在那边啊，然后大家活动什么也方便，那就各自有各自独立的空间，也不会打扰到这样。好，然后就都订好了，然后钱也都付了。但是那一年就是刚好有恐怖攻击，他们订好之后，哎呦，那这无法怪谁。对，然后所以呢，那个男生的妈妈在出发前就开始一直讲说，哎呦，怎么那么衰啊，刚好订到一个有问题的，怎么会订一个这个比较落后的地方？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都说很好，对。然后到那边呢，更不巧是因为他们就是住 villa， 那 villa 其实就是只有围一个墙而已，然后他们就刚好听到隔壁的另外一栋的 villa 有人爬进去抢东西，所以妈妈就整个就是每天就是神经紧绷，就开始一直想说，好好的饭店你不住，你为什么要订 villa？ 对，反正女生就觉得很倒霉，对，就什么都不是这样。可我觉得这个是有好有坏，因为你想说，如果婆婆跟那个你自己的这个媳妇很好，会听她的建议，是感觉相对来讲他们的沟通应该是良好的，对。但有时候就怕在那个有时候沟通太好的时候，你变外人的时候，但这当中有问题的时候，是你要来负责。就我再举一个破妈的例子啊，两个如果真的很好的时候，有时候你也会产生困扰。比如说像我妈现在也很爱追那种剧，用 iPad 看一些什么韩剧啊，或者一些最近很夯的一些中内陆的一些内地的一些剧啊。当然有时候你也知道，老人家对那种三 C 不熟，操作不太熟啊。明明我又是学这个很熟，我说哎，妈我来，我帮你弄一下。好，来，你走开，你出来，你那个没耐性，我不想听你的。她觉得我这种人应该啊，就这样，所以他觉得说听起来很厌烦，没耐心，他就要叫咪咪弄，啊，就他就哎问我说哦弄啊，把他弄一些可以看很好弄，反正就这样弄，看完就 OK， 就好死不死那一次，他朋友也要来这个家里面，然后跟他一起，反正一起追一个好像是韩剧还是什么，他就点进去那个网站，就那个网站居然中毒，没错，中毒以后，然后他里面啪不是出现很多那个视窗吗？什么男的啦，男女的啦，女女的啦，全部都这样。我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然后重点是他在全部的面前就看到一堆，然后他就问我说：“哎，Paul，你是不是跟咪咪整天晚上都怪要无微博，你知道吗？”他就开始怀疑我们，说：“哦，你那没事，你我怪你打刚刚没困，这样那个黑眼圈那么严重。”我说：“不是，那个是中毒的关系。”我说：“啊，你要叫咪咪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所以老人家的心里已经产生了一道阴影，就觉得说他骂完你以后拿去偷看，解不开，人家解不开这样。我说那个要付钱，不是啦，没有。所以就说有时候那个建议有时候太好的话，他有时候相对来讲太信任，然后反而信任出错的时候也是会出现一些状况。其实有一件事情千万别忘了。就是不管你跟你的婆婆或未来的婆婆或男友的妈妈，千万不要忘记，你永远是外人。哎，就最后防线还是因为那绝对是他儿子，所以他再怎么跟你讲他儿子的不是，再怎么叫你做为难的事，你都要记得自己要全身而退。因为他们是母子，绝对不会翻脸的。我觉得这是真理吧，最后老师就对。因为虽然那个婆婆是很认同你、信赖你，再怎么好都一样嘛。对，没有错，因为关系还是不一样，所以他虽然信赖你，可是我觉得信赖有时候会翻盘，因为他虽然信任你，就像刚刚说的，一旦现实的状况跟他所预期的不符合，他牺牲的就是你，对他的信赖可能就会瓦解。不要说是媳妇了，连女儿都会。像我妈妈很常问我一些无聊的话，譬如说我是身心科的，她常会问我说我肚子把肚跳跳，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妈，我是心理的，不在我的范围内，所以你一定要赶快说哦，这个我不清楚。如果你去跟他说，你给老说这肚子痛是什么什么，他常会说你去问你们的医生哈，我什么什么是代表什么意思？我就说我们医生是身心科的，你这个不属于我们这一科的。你直接回答，你可能又有了。老报道了，又学了，又学了。而且我突然发现，其实你的建议他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不要说刚刚大家说的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像我妈妈还遇过一个状况，她之前生病，所以她去开刀住院。住院的时候啊，就去找一个医生，我们透过所有的关系去帮她动员。大家都知道某一个医院是很难动员的，都还努力的瞧不到，对，都瞧不到。但是后来她又跟我讲一句话，她说
名医是看名人，我都没有受到好好的照顾，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会觉得遇到这种妈妈的意见你真的不要太在意，连我是她的女儿我都会受伤，都会觉得说这样讲话很伤，花尽所有的心力让她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她依然都还会讲这么伤人的话，何况是媳妇啊，何况是女朋友啊，我是她女儿我都觉得妈我快要承受不了了，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她的儿子会受不了的原因，我现在想女儿也受不了，我也可以体会为什么儿子受不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去帮忙，然后可以给他建议，但是不要摄入太多，因为你摄入太多其实有时候你真的会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OK， 我们看第三种是什么呢？希望你当爆马仔，随时掌握儿子行踪。有时候是妈妈不想要让儿子觉得自己管太严。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她婆婆不喜欢她的儿子玩重机，可是她儿子就很喜欢把钱花在重机上面。这对妈妈来讲，她觉得骑摩托车已经很危险了，而且重机又很贵。然后妈妈会退而求其次，她宁愿你买好一点的车子，超跑。也没有。是两种啊，一个拉雷，一个超跑，没有到那个 level， 但是常常一个重机都已经可以付房子头期款了，好几百万。是啊，所以妈妈很不喜欢。那一开始妈妈会跟媳妇说：“你叫儿子不要，你叫你老公不要去玩这个，成家了，所以钱好好存着。”但说实在，那媳妇其实自己也蛮喜欢跟老公出去兜兜风，就会很有啊，有一种追梦人的感觉，而且会有他们会有一群车友嘛，那一群车友一起出去，其实是世上未完的梦。没有老骑士的梦，我只跟他说你去骑，我不会跟你去。哦，他真想要有你一起，你去呀，你去呀，你尽管去。你这什么态度？这不叫制止吗？这样会有心理压力。他是走心的，他是用心理战的。他就是你那天讲说，你看吗？我师长真的就讲，你看吗？谁谁谁又去哪里，害我都没有去。我说你去啊。哦，他朋友喜欢跟你弄，对啊。他想要跟，没有他朋友会吐啊。哎，证明了我们呢，我们每天没得飞。哎，你们在哪？我太吵了，对不起，我会油门啊。朋友会吹油门给师长听，你了。象棋怎么下？弄轰隆隆的声音。什么时候弄一台跟我们去啊？他叫 Michael， 他叫 Michael。买师长，所以师长每天就是这样擦装备，有没有？擦一擦，然后看一看。所以妈妈会，妈妈不喜欢老人家啦。那其实我的朋友跟老师比较不一样，他喜欢一群朋友出去玩，骑那个车一起到定点，他们还会下来玩。其实蛮好玩，其实还蛮好玩。哎，台湾有很多地方有那种临时的咖啡站，对对对对对，那种轻奢主走，行动咖啡馆。你够浪漫的话，你帮他订一台。哎呦，然后迁到地下室，弄一定便宜。我就是不喜欢，我说那你去，你去，你载别人去，我不要去啊。对，太夸张了，下最后，如果他真的好，你说的哦，因为你说的嘛，对啊，他再传播妹了，你。哎呦，不可能，他心里永远有他。老师，你赛车服里面可以不用穿你。不走这个路线，反正后来那个婆婆发觉，她跟这个媳妇讲好像也没有用，因为那媳妇其实会帮忙她的儿子去 cover 一些事情。后来她婆婆就你知道追踪，一开始是说你们玩回来之后，她婆婆会问这个媳妇说，你们前几天去哪？是上山还是下海？怎么去的啊？什么？然后后来呢，她发觉他们会含糊其辞之后，她婆婆开始。知道他们哎，差不多现在11点出发，哎，下午1点到，他就打电话给媳妇，说你们到了没啊？哦，现在在哪里啊？啊，风景很漂亮，是不是？你们今天开车哦？那你照张相给我看，你跟你们的车照张相给我看。好可怕！一开始哦，他媳妇没有料到他婆婆会来这一招，说你现在打个卡，你照相给我看，或者传给我都可以。然后你们跟你们就开车了，没想到吗？结果他们就在旁边随便借了一辆车，在里面他老公开车，然后他从旁边照过去车内，他就开车画面，他妈妈。看到就说，不是他的车，那车子的 logo 嘞？你们的车是这台车吗？还骗不了。后来他们出去呢，还变成说还要骑一台重机，再开一台车照那个，要跟车子合照给婆婆看。然后后来谁？你说他们爱玩到这种程度？就是。
其实也不常出去，但是你一出去婆婆会不高兴，就觉得没有必要，所以就变成要开一台车跟一台重机。后来他们觉得也烦了，然后后来我那个朋友跟她老公竟然超妙，想出一个方法，就没事的时候呢，他们就开车子，然后带了个三四套衣服，然后到野外就先开着车，然后就换了衣服，拍了好几张照片，预留了，先拍预录，这也蛮聪明，现在打卡都可以打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方法，对，预录的。可是老师，老师因为。去年嘛，去年儿子在练球，嗯，这个是，那没有儿子怕他去看练球，因为他就哎偷偷想要看儿子哎过得怎么样，对，过得怎么样？户外台大那个他是台大经济系户外球场，那球场很大，对，他躲在草丛那边，假的，就那么一次，堂堂一个大老板在草丛里要见天后，对啊。有儿子发现了，我就讲过了，妈妈出来吧，妈妈身体露出来了，就那么一次，你一直给我宣传，好像我好久没有哎，他真的喜欢儿子。我跟大成的感情非常好，我们无话不谈，所以你看他的女朋友，哦对，他们在一起一两年，我现在他女朋友的美美电话 line 我什么都有。真的假的？都没有，从来没有。我不需要打电话给他，因为我跟我儿子有沟通管道。对对对，我不需要透过。需要。不过他儿子倒是我觉得挺孝顺，挺孝顺，主动会报平安平安去上海，哎，会打给妈妈。然后球赛他也会打给妈妈。那天去看球赛啊，还马上拍一张照片，所以我不需要找我儿子行踪。心中爱妈妈，他为他的妈妈会担心我，赶快让妈妈知道，根本不用查。烙印。对，我要澄清，我去躲在草丛看他，真的只有一次。一次一次，你讲的好像我听过一次了。一次一次，不是，我觉得因为，哎，像你讲大能不高兴，因为大能不像你球技那么好，他可能要觉得很棒的时候才要给练帅一点给妈妈看。是啊，因为对呀，大男生会这样，还有学长还有同学，他是不想要大家会看。对，哦，老师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你就会躲得比较好。就是要变装 ，OK 的，一次而已啦。好嘞，对，妈妈喜欢，妈妈喜欢。所以我刚刚觉得说，徐伟老师讲很好，就是说为什么妈妈会当这种所谓的那个想要抱马仔，就是因为源自于儿子的叛逆。就儿子就跟妈妈的管道不好，像我们这种比较叛逆的，我就觉得说，哎，大男人，我都四十几岁，干嘛还要跟那个妈妈抱抱行踪？但问题是，你不懂的是，妈妈永远把你是当十几二十岁未成熟的儿子。你再怎么大都还是你再怎么大，就算我已经四十几了，然后我也是自己有在做事情做事业，骂年骂孙的，对他还是你的儿子，还是我的儿子嘛，对不对？还是永远长不大的，他永远都说，哎，我每天烦的就是烦你，所以呢，他在这边。得不到任何讯息的时候，他一定就会找咪咪，因为咪咪会迫于压力之下，就会露出了很多的这些讯息。他比如说他拿探照灯照他的时候，他就好了，我什么都讲这样。没有没有，移过冰水算了，水情要沾冰块，沾冰块。夹子夹，所以他那时候就常常会有，因为我们像我们这一行的话，就是要有工作才会有钱嘛，对不对？然后他有时候就会看，比如说他自己会在这样一直搜寻，说怎么都没有你，哎，怎么这个礼拜好像都没看到破绽？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怎么办？那这个礼拜是不是工作不太 OK 不顺？这样，哎，有没有钱吃饭？这样，然后他就会故意打来，就是咪咪啊，你们这个礼拜忙吗？啊，咪咪永远都会。因为怕妈妈担心，不管有忙没忙，因为这点我觉得也不错，适时的传递讯息，说哦有啊，都很忙，都很忙这样。哎，我不相信哎，我这个礼拜哈，我转了六十几台，没有一天看到他，一定有问题啊！你是不是有缺那个什么房贷？你要跟妈妈讲哦，还是那个生活有困难要讲啊？说没有没有，我们都很好哦。这样我不信，这样我不信，不然这样好，你把他的那个行事历传来给我看。然后他就说啊妈哦好，他就传来给看啊，看以后是真的有，然后就是有一些所谓活动啊，或一些代言，他说哦你不要这样假哦，因为你想的那个活动，比如说上班这档事，你说他有录三集哦，我都没看到呢，他还会 double check， 你知道吗？之前啦，对，那是之前，对，所以他都会 double check， 所以后来咪咪就觉得说哎很厉害的原因就是他现在就会知道，就是说哎我如果要出门的时候，他就会帮我照一些工作照直接传给我妈，就像刚才那个徐伟老师讲，比如说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呢办工作照啦，或者是说上节目的一些剪影，或甚至说有一些去跑活动的时候，他会帮你测录，然后就会做，或者在网络上截图下说哎有啦，他真的有啊，最近有很多，妈你不用担心。我妈说哦，他后来久了以后，他只要知道说这个信任是可以被认可，咪咪的说话是有 credit 有信用，他只要说啊这个礼拜忙不忙，哎说啊就不会了，
他就不会再追问下去，就是一回生建立已经信任以后呢，他就觉得说反正如果真的有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就反而会就会跟我讲，所以一旦这个信任的沟通完建立以后，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的啦。嗯，其实像这样的妈妈很常见哦，因为妈妈不确定孩子在做什么，其实很容易焦虑，焦虑的时候对他就会着急，着急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去做，担心的妈妈特别会，对，他就会开始胡思乱想。会吗？你小时候那么调皮？我完全没有，像我去当兵，我第一通电话是打给我，就先跟我爷爷讲，后来他们才知道我在当兵。突然就你已经被放弃了吗？现在大家闪兵，不是很多男生都会闪兵延毕嘛？闪啊延啊！我是大二呢，我礼拜四我决定我要休学，我要先去当兵，休学去当兵。我读到大二嘛，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要干嘛，我干嘛在那边耽误彼此呢？教授还硬要给我，就要当大明星了嘛，对啊。不是不是，我要打球，打球。我是因为要不要有学生身份，我要投入选秀这样。然后我大二那一年，我还记得是礼拜四，我就去教务处，我说我要办休学。然后教练把我骂一顿，因为我也算对的，也算得分主力了。对，因为我就是想要决定说，哎，我先休学，我礼拜四去确定嘛，然后办完以后，我礼拜五说，哎，我要最快的一踢。你没跟家里讲？我还没讲，我说我要最快一踢，有没有可以帮我安插？然后那个区公所就说，哎，大家都要闪兵，你在那边急什么急？大家都往后，要往前，还要插队呢。拜托，我还记得我12月17号礼拜一早上，就是礼拜四休嘛，礼拜一早上我就去上火车。哇！所以你们中间都没讲，我都没讲。我然后我跟他第入伍以后，我是剃光头直接去的，我不是现场留，我是把自己剃完，自己先把它。然后一通电话就是新兵，你可以晚上点名各方面都弄好，排队只有一通电话。可以打回家，我打给爷爷，哎，我在军营，我爷爷还挺难过的。姐，我没有想到，通常会先跟家人商量一下。没有，但你自己知道，已经是男人了，你在那边。男人，不是男孩，男孩真短，大二也才19，不，他心智比较成熟。我高中读5年了，不好意思。他大二已经38岁了。很习惯，你很独立，就是对不对？很相信我，对，自己做决定，自己决定自己人生。我从小就是比较独立，会做这个。不像你妈，我妈也找不到我了。像你妈，是放心她，所以就算她做出一个超过她所想象的决定，她依然相信你做这个决定，你一定有你的想法。有，所以母子关系是一定。对，大成呢，他一直是念第三类族，我一直认为他就会念电机系，念什么？结果他7月要考职考嘛，7月1号、2号考大学联考，他有一天五月已经在图书馆念书什么，有一天就回来跟我跟他爸说，他不要念三类，然后改念，他不要，他说他要念这个金融，他要考一类组，说剩2个月，你地理历史什么，你都在念物理化学，你也是被告知而已，我被告知，不是说决单方面的告知，对，他就单方面告，他说他已经这么决定，所以我跟他爸就。爸爸的意思是，我跟他爸就会说，你想清楚了吗？他就分析给我们听他的想法。他说他即使考上台大电机，这4年他觉得他会很不快乐，所以他已经决定，而且他有战略，他知道他接下来2个月读书要怎么，重点怎么。他讲完以后，我跟我爸就是，不是我跟我爸，我跟他爸，他难过。我跟他爸就说。好，我们全力支持你。哇，所以也是像你这样，根本只是告知。我跟他爸晴天霹雳，他爸一直认为说他以后要念电机啊什么，因为他爸是当晚气到吃象棋，然后吃重机，这边吃的是象棋，我吃的是花生，你那沙放错了。所以，我一直说，这就是母子关系。如果尊重对方独立的，自然就不会这样一直去 stalk， 对不对？你说这种妈妈是占大多数，想要掌握。对，你说掌握是占大的妈妈是占大多数。其实很多妈妈都会有这种不眼线的习惯哦。像小的时候，如果说妈妈对某个孩子不放心，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觉得他神神秘秘的，就会把那个，譬如说所有同学也会变眼线哦，他会去跑去。我遇过好多，都会去问。
同学说，对，他会去问说，哎，那个我儿子最近怎么样？会去问老师，问同学，对，问兄弟姐妹，问他周遭所有的人。所以其实妈妈还蛮常会布一些眼线，对，他会担心。那其实他的背后就是担心。所以如果他很担心的时候，他当然就会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女朋友。所以女朋友如果说哈，你说哎，我去帮你打听，那他其实就很容易把你当成他的眼线之一了。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不要当眼线啊，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就告诉妈妈说，妈妈有时候我也跟你一样不清楚。那你不要去扮演这个眼线的角色，免得被知道以后又撂别啊。因为他发现从你这里如果有消息来源，你说他会不会常常来找你？对啊，一定会的。所以你不要喂饱他这些资讯，你一旦喂他这些资讯，赶紧都赶快回不来了。他就会一直想要从你这里取得更多的资讯，所以你有时候会有压力在这里。不过这也要体谅这个妈妈。对对对，现在家庭教育是社会最后一道防线。是啊，你不关心你孩子的话，等到在警局你要去保他的时候，没糊啊，真的是会这样啊。像你自己，说单亲的或者是隔代教养的，都是你在过程中疏忽了，或者是你有落掉他去哪里玩，那可能他去参加飙车、斗殴、械斗，去那边网咖，有可能跟人家冲突，你都不知道。等到知道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捅人了。对啊，也危险。好几犯下大错，来不回来。那个群居哦，他不是坏孩子，但你同学动手的时候，你上去一两脚，那也算是共犯。对，对啊，我当年我就是。就是这样子，我是开炮的那个，你就是手脑，没有，就是旁边的人会开始上去就打，在学校都是这样，你不打，哎，打完这一发，大家还因为还会讨论刚刚打的怎么样嘛，说，哎，你刚刚没打，就是换你被弄，就是会有这种。就很恐怖的这种压力，这种就叫做从众啊，在一个群体当中，你不跟随大家一起去做一些什么，人家就会觉得你都不听我们，你怎么这样子？所以你在里面，你就非得一起去做什么，否则你就没有跟上。这种就是会常发生在，当然是 local 有一块，旅美的这种小留学生也会一块，也会有，有分两种，一种就是很会读书的，就是苦读的，另外一种就是被硬推到那种不良，然后没有安全感，语言不会，他就跟华人那种帮派在一起，然后开始你就会知道，然后妈妈又远距离，这样没有联络的话，这个事情就出事。对啊，所以黑人哥刚刚讲说，你说教育是根本，你可以爱，但是你不能变掌控，这样他永远无法独立吧？对，看年纪了，18岁以后就松一点。我会觉得还是建立关系啦，不是。重点不在掌握那两个字，而是在关系这里。关系对，关系好，其实他再怎样都还是会回得来，他还是会心是向着你，还是会让你知道你对他讲的话才有影响力。关系不好，你对他讲的话，他就非得反着做不可。我觉得还是关系真的。其实像有时候我根本已经忘了要。知道哎，大成还没回来，我都忘记了。结果他自己还超喜欢妈妈，不好意思，刚忘了跟你讲我要去哪里，就换儿子。还有谁？哎呦，妈妈已经忘了。回来你都忘了他。第四个是什么呢？来，母子吵架不让步，要你评理是谁的错？当面冲突是最难那个骑虎难下的。我朋友是因为孙子的教养，然后当场呢，因为他们每个礼拜会把孙子带回婆婆家玩，然后孙子要走的时候，就会从婆婆家拿了一辆小车走，然后爸爸呢，就是这个儿子就说，那是那个阿嬷家的车放下来，不是你家的，你下次来玩这边才会有玩具放下来。那孙子就说我要拿走，我要拿走。婆婆就说你拿走啊，你拿走啊，阿嬷给你带回去啊。然后儿子就说妈妈，我就跟他讲说这不是他家的东西，他不能拿走。然后他婆婆就说这就是我家的东西，我就是要让他拿走。教育。杀手，然后那个女生，那个媳妇在旁边，奶奶是教育的杀手，对，阿妈就说我家的玩具我就是要他拿，然后媳妇在旁边这样，哎，好啦好啦，然后就跟他儿子说，那不要哭，我们等一下再去买个一样的，我们这边也不要拿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再去买这样子，然后我儿子，然后他婆婆就说不行啊，为什么要再买了呢？这边就有了一个，你还干嘛还再买新的？就拿回家。那阿嬷让你拿，然后后来那个我儿子就说不行，我的教养有规定，这样子跟他妈吵架，他婆婆就直接对他婆婆就直接跟媳妇说，好啊，那你说这玩具现在要放哪里？你讲，你决定。
敢讲啊？这样怎么行？这样怎么讲啊？这是不能投入太多的，对不对？这怎么办？太黑脸，对啊，像上次之前也是，我跟我妈有一次吵得还蛮严重，就是要结婚那时候，因为。那据玉林哥转述，不是，就是玉林哥有听到，就是说那时候，因为我连结婚怎么样都不太确定，所以我不想让大家知道太多。但我妈因为是喜事，那厝房邻居都讲得很，就憋不住，憋不住，然后就一定要卖鱿鱼羹的，卖什么的。所以玉林哥讲的是真的，不是真的。妈妈难，妈妈忍不住，因为好事嘛，难得，因为大家都会问啊，说什么时候结婚。明明是好事，你对。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那么早讲，然后他就已经都这样讲，我说妈，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因为我那时候想说不要那么早讲，因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节奏，我们有我们的 tempo， 慢慢来。但是他就觉得说藏不住，藏不住，好事情爱敢打开。而且你这么晚婚，对，而且我想说那么晚婚，所以那时候在那个餐厅里面，他就抓人说，哎，我讲跟我每趟去了，哎，讲为什么不能讲？哎，我是他妈这种事情为什么不能讲啊？到处抓着人到处讲。然后我说，我那时候就真的拿手机出来，来照他说，妈，你来供啊。他就说，大家好，我是 Paul 妈。你的婚礼我不会去，那就他是真的尽心尽力。大家好，我是 Paul 妈，我那个 Paul 的婚礼我不会去，这样。对，因为他那时候很气。后来去了，没有，后来有去，后来大家就一团和谐嘛。但那个时候重点来了，那时候我们两个蛮可爱的，吵得很热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僵持不下。重点是那个是在公众场合，哎，全部人都在看，很大声吗？我在照相的时候，旁边有人拿手机这样子也在照，对，就看我们的工作人员出糗啊，对不对？哎，被这 Paul 妈嘞，不会气的这样。然后那时候。咪咪挤在中间，他就很难过。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情况应该会很恶化。然后我想说，那不要再待下去，我先走哈。因为我想说，我待的话只会跟他可能越吵越烈或什么的。哎，算，反正我母子有什么事情好讲不开了，搞不好睡一晚，然后大家喝个一杯就没事了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先走，我就走。走以后，那我妈当然也要追出来啊。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是媳妇的，就要做一个很正确的动作，你不要去陪你老公。因为你如果跟着你那时候，如果咪咪跟我走了，你被就会被这个婆婆永久也是列入为黑名单，因为她觉得说啊，你看我这里一剪这里好心多乖，就是因为结识了你这个拍行不料，搞到怪你干嘛一直指我啊？把他怪底料，他从此就再也不听妈妈的话，对，就在那一圈就再也不听妈妈的话。所以那时候我走以后，他就想说我先走，他就留下来陪我妈，这样就一直抱他。我妈说不要抱我，你不要抱，他就一直这样抱着他，然后是无用这种。温情软化他，就那时候还有他这样抱他说，还有一个北北这样走过去，哎呦，这又好北北啊，快赶紧脱，这样走过去啊，所以本来当场那很尴尬的气氛，我妈听到也就心里就舒服多了，就笑出来说，哎，对啊，他旁边这样抱你，现在年轻人没有那样一直抱你那么孝顺，所以后来就跟他又坐下来，又继续把他吃完饭，然后这样听他 complain 一个小时后，后来气也没事了，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是。钱啊，哦，还去订做那个红旗袍，有没有？哦，那边当天第一个就到，就很开心的来。所以，当这个沟通桥真的很重要。有时候在这种关键抉择点的时候，适时的选择妈妈，因为我说实话，我怎么会可能跟我的那个女朋友生气？但妈妈只会，你如果选择了我以后呢，你就完蛋，永远就会被列入为黑名单。哦，关键时候还是想着妈妈。我劝妈老师教教。其实如果说母子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变判官，因为有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站在哪一边其实都不讨喜，所以有时候像这个部分还是安抚他的情绪是比较重要的。嗯 ，OK， 这样听起来婆媳会不会是人世间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对他们来讲话更重要。对，还没有讲，还没入门的，对不对？今天听到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四位来宾，谢谢。